大概又是大半年没有剪视频了。现在呢已经是9月份了，小朋友们呢开学已经是2周了， Eric 呢又开始出差，忙忙碌碌的。每到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，他有很多的出差，所以呢我就会趁着这个空档剪剪视频。但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跟自己这么说的，要把手边所有的视频都剪完。但是最近呢就感觉想剪视频的这个动力呢非常的强烈，所以我就想开始吧。今年暑假呢，我把所有拍摄的视频呢整理了一下，大概可以剪出4支视频。我呢准备从最近的我们去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视频开始剪起，但是编号呢是 episode 4， 所以呢我就会从4321这样子开始剪起来。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呢，我们就是去了纽约的 Long Island， 主要呢是带小朋友想去体验一下坐这个摆渡船 ferry 的这个感觉。我们住在康州的 New Hartford， 开车呢1.5小时到了一个港口叫做 Bridgeport， 大概坐1个小时的摆渡船呢到 Long Island 的一个港口叫做 Port Jefferson。 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交通位置呢，我到了那边的酒店呢，发现他们正好有张地图，所以我就拍了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康州出发的港口，叫做 Bridgeport， 坐 ferry 这个摆渡船呢到 Port Jefferson。 到了之后呢，第一天的行程就是继续开车去 Fire Island。 这个岛上有一个公园叫做 Robert Moses Park， 听说那边的海滩沙子特别的细腻，所以就想去看看。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It's called a stack. Stack. 出发的第一天呢，天气非常的好，对比后面两天，今天感觉捡到了宝。因为第一次坐摆渡船嘛，所以小朋友们特别的兴奋。船今天有点迟到了，本来预计10:30离开港口，结果今天晚了10分钟。大概不是周末，所以车辆不是的很多。这个船最下面的一层呢是供这些车停靠的，上面两层呢让乘客可以看看海。Watch, there he goes, and then he's gone. Remember the other day, like a little speedboat, like a little, yeah, they create like a little wave, it's already like rocking the kayak a lot, right?There, up north of this line, that's Connecticut. Down south, that's New York. So we're here? Yep. 一个多小时的摆渡呢，两个小朋友就这样走上走下，东看西看，看看大海，再听听海浪声，数一数对面看到的小游艇。Very, very well.
Yay, we are in New York. 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准备随便吃一点，直接开车去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 Fire Island。没想到路过一个叫做 Rocket Ship Park 的一个公园，两个小朋友非要在那边玩一会儿，所以我们就是临时多了一站。哈哈，是的，我们来吃肯德基了。这里的肯德基呢比较单调，都是炸鸡啊、土豆泥，跟国内的这个丰富程度是不能比的。非常熟悉的老爷爷，首先呢把头发扎起来，好好的准备干饭。All right, ooh, hot, nice. 再说我一下吧。哦，瘦好。Okay.快速的解决掉中饭之后呢，我们马不停蹄的继续赶路。这边呢还有一片乌云，开了一会儿会儿之后呢，就是晴空万里。Fire Island 呢也算是一座小岛，所以我们开车经过两座大桥才到那边。到了到了，终于到这个公园了。我们准备先去这边的 Lighthouse 这个景点，再去海边。我们要从这里当当当当当走到那座塔那边，那个塔叫做 Lighthouse。我们就这样子，没有带浴巾，只带了游泳衣，准备去海边玩的四人组。What is it? New Jersey? 我们连帐篷都没有带，只带了一个可以坐的那种垫子。对比刚才的参观灯塔，小朋友们明显来海边的热情比较高。
我泳衣都不高兴换了，因为今天的浪非常的大，我就在这边晒晒太阳。去年九月份出去跟 Eric 玩了一次游轮之后，就到了那个加勒比海嘛，然后晒得不行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白回来，整个人就是黑黑的。幸好现在也是那种黑表示健康，晒吧晒吧。刚才儿子不小心被浪拍了一下，然后整个人摔进了海水里面，没有站稳，然后海水和沙子一起进了那个眼睛，因为海水非常浅嘛，所以他刚才就闭着眼睛走过来，用衣服还有用矿泉水洗了一下眼睛。我就问他你还不要再去玩，他说要，马上就跑过去了。我们家玩的不止两个小孩子，还有 Eric， 他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打湿了。欢乐后，准备开车去一个叫做 Cactus Cafe 的地方。它呢是一家墨西哥餐厅，非常非常的小，但布置的非常墨西哥色彩的饱和度非常的强烈。我们四个人分了一只烤鸡，一点 salad， 一点薯条。吃饱喝足之后呢，我们就开车去酒店，边开车一边欣赏夏末七点半的夕阳。终于在八点到达酒店，来看看一个七岁和一个九岁还特别贪玩的两个小朋友。当然了，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非常积极配合的爸爸。简单的 room tour。进门右手边就是一个洗手间，然后一个小小的喝咖啡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微波炉，小冰箱，然后进门这边就是两张大床，那边一个沙发床，简简单单，电视机，他们两个人在玩捉迷藏。看看今天的天气，蒙蒙细雨。我们准备去吃这家披萨店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，应该人不会很多。
for the bread. Wow, cool. Is this salami too? Salami. If you like, get the cheese off the spoon. Okay. 走吧。OK。他们今年暑假学会了国际象棋，所以经过这个商场正好看到有的时候呢，非要杀一盘。继续出发去我们下一个活动，一个音乐会。这个音乐会呢是露天的，今天一直在查那个气象预报嘛，一直说要下雨，结果现在是六点不到，天气就是不下雨，阴天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看，我们到的还挺早，音乐会还没开始，所以我们就是去这个附近的小镇晃一圈。这是个比较适合压马路的小镇，到处呢就是这种小商铺。你能猜猜他们三个人现在在这里干嘛吗？他们在查 Port Jefferson 这个地方最最好吃的冰淇淋是哪家店，因为这里有好多的冰淇淋店。 So they have Port Jefferson Ice Cream Cafe. They have Rogers Free Gay. 带孩子出来玩，他们的重点就是吃吃吃。Yeah. It's very pretty. Oh no! Now it's all different colors. I mean, all the same colors. And ice cream.小时候的狗尾巴草。现在是晚上9:01，我们刚从 concert 回来，看了一会儿，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时间吧，因为没有带这个椅子，我以为 concert 是在那种绿草坪上面，然后我就带了一个这种毯子，可以坐在地上的毯子，结果大家都带齐那种椅子是坐着的，唉，失策。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听，但是呢在这个 Port Jefferson 周围好好的晃了一圈，它有很多的冰淇淋店，两个小朋友就吃了冰淇淋，一个人吃了两个球，结果晚饭他们都吃不下了，所以我们就是略过晚饭，但是 Eric 他说他有点饿，所以他现在在吃炸鸡 KFC。我们现在才吃早饭，现在是早上。
6:49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本来觉得船票，因为天气今天特别不好嘛，据说要下暴雨，应该觉得这个船票有很多。我们决定订回去的票的时候，发现一张船票都没有了，一直要到下午3:15。然后今天早上 Eric 4:00就醒了，然后一直查船票是不是有多余出来，结果就在刚刚发现有9:00唯一的一张，他马上订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准备随便吃一点，然后回去打包，然后赶去码头坐船回去。对，9:00 The rain is so heavy。 我们现在到港口了，好多的车排在这里。It's a Preston Barnum。 今天我们坐那个船叫 PT Barnum。 看看今天这个天气 Terrible 我们现在到船上了，下着雨，最上面一层没有一个人，只有我们。人家都在那边安静的坐在里面，只有我们全家雨披都带好了，非要到外面来看着玩玩。四个人四种颜色，我是绿色的吧。Maybe the car behind it kind of hit it. Very turbulent. We have reached the key point of the red and black combination. Combination. I don't know why I have to say combination.宜家呢还是原来的这个样子，记得我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，闲着没事总喜欢去宜家逛一逛，吃一份肉丸，看一下家具，幻想一下未来对家的样子。今天呢，小朋友们也小逛了一圈，逛完呢又饿了，肯定不能错过经典的热狗肠。好了，这支纽约的 Fire Island 视频呢剪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每次旅行呢都攒下一些回忆，看一看挺好的，每过一年都总觉得说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还没和小朋友们怎么玩，一年就结束了。所以啦，每次有机会出门就一定要玩尽兴。好了好了，我真的要快点上传这支视频啊，再努力剪下一支视频。拜拜啦。